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这里是西安的麦线街。在这个地方有一家特别有名的大盘鸡，现在才是晚上的8点，门口就挂着一个牌子，看来今天是吃不上了。你们经常来吃吗，美女？今天来没了，这不我们来吃也没了，有点可惜。还有位置没？今天已经没有了吗？今天没有了吗？已经。明天几点钟有啊？11点就有是吧？你们一天准备多少份？现在都没有了。4个锅卖完了，不停的在炒。我们本来是今天专门来吃这家的大盘鸡的，但是走到这边已经卖完了。4个锅不停的在炒。吃吗，美女？你感觉味道咋样？好吃啊！你俩吃吗？好吃的很。你经常来的是？啊，我们隔一段时间会。你要是每天请8点之前来，不然少东家就一个牌子，今日售完就挂出来。8点之前来，一定是8点。你们三个吃这是大份小份？小份。三个人就是小份一个。然后也没吃完是吧？我们还没吃完。小份是78是吧？我看着，价钱也挺实惠的。今天人特别多。